身上书，几许韶华将心辜负，三千情意丝缚不住，散落纸上更添辛苦。几滴泪染了枕上书，几许恩伤如一次赋，最怕刚生闹冲突，和泪最令人自悟。诸位，大师童子福的作品。慢点，别急，我要慢点啊！赵大师的讲座是真不错，满满的全都是干货。没毛病。我以为画好就能卖高价，没想到这么多讲究。营销很重要。营销？童子福，你干嘛去？听讲座啊，好好上课还不行？不准去。赵大师画卖的那么好，我去学习一下怎么了？不然要怎么卖画还你钱啊？哎，他的讲座我听过，他讲的一点都不好，你听了也没有用。哎呀，大师毕竟是大师，去听听总没有错。他讲座上还骂人，把好多同学都给骂哭了，就哭着喊着说再也不学画画了。人家是大师嘛，大师都是很有个性的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去。孟子夫，你要是敢去，现在就把欠我的钱还给我。不去就不去。明阳，不就欠了你点钱吗？还把自己当成主人了。这都等了老半天了，赵大师怎么还不来呀？哎呀，放心吧，老大，我都蹲了好几回点了。就是，肯定是他的必经之路。哎，老三，打起精神来，帮不到赵大师，怎么向老板交代呀？少爷，我们什么时候冲过去啊？先别打草惊蛇，他们肯定还有幕后之人。什么声音？老三，过去瞅瞅。赵大师，我这个问题啊，我先来问，我是先画手呢，还是先画腿啊？赵大师，你来问。赵大师，有第二题我还不太会。第二题等我誊抄下来，一并留给你。你先等会儿的啊。我也有问题，这个先画手还是先画腿很重要。你听我说话了吗？你听我，赵大师，我想请教一下水墨调色的问题。这个水墨的问题，赵大师。赵大师，今天赵大师授课到此结束了，诸位学生要谨记赵大师教诲，要勤学苦练，急流勇进。啊，是。他最后也没说呀，我的问题也没答呀。哎呀，大师。你是？学生童子福，特地慕名而来。要不学生送送您，顺便向您请教一些学术上的问题。明阳，把他送到官府之后，大衙门的人过来找我，我会在中途留下线索。少爷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们一起找官府吧。官府之人几次三番地放走了绑匪头目，看来这人行事狡猾谨慎。你放心，我会见机行事。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。
大哥，那边什么事？大哥，那边有老鼠。哎，老三，你出去一趟，声音怎么变了？个儿还长高了？你这么看，老三肯定高啊！哎，别笑了，鱼来了。赵大师，赵大师，您等等我，您热不热啊？赵大师，学生最敬佩的只有您了。这放眼整个画室，只有您的画卖得最好，价格越来越高。哎呀，今天学生听了您的一番话，那便是一个醍醐灌顶啊！老三，先生，先等等，赵大师，并不是一个人来的。怂货，出来。谁有钱，谁爱画，那个才是我寻找的目标。老夫也是看你。救命啊！老三，你站着，我来扛这个坏老头。这姑娘看着瘦，其实浑身都是肉，比那老头还壮。行行行，那你自己想办法弄。赵大师，我俩先抬走了。哎，走。喘的吗？好不容易找到致富路，结果还被人给绑票了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春风十里情归何处，谁用花期描写痴情的书，提笔落后竟更言无数。美了惆怅竟失了眉目，望庭院深深红尘几度，谁用留恋沾写相思入骨，字字句句静默相为书。树